今天是十一七七，好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是张远吧，我这个不太行。分手后星期的冬季，我这好高啊！今天是星期几？你看，你要一嘉宾就卡了。你突如其来的情绪，让我措手不及，愣住困在原地。别走，别走，哥。当所有都替你开心，我却在傻傻清醒，原来早已有人为你订做了嫁衣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情，我是个理性自己，别逃避，难这些天一步一步走近，这清醒不值得伤心，可惜这是你和他的风景，而我只是嘉宾，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情，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。今天觉得你已有点疏离，我手安全如此客气，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刻意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。不唱了，不唱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